哎，你有打算上那个母亲与婴儿吗？不是小时候看到这本杂志，我终于有朋友可以上那本杂志。看你们的杂志都是周刊。哎，我很可能上了。我也还好，最近太常上了。陈意涵、阮经天友情翻船，张钧甯遭呛，场上八卦周刊。阮经天、张钧甯和陈意涵到郑元畅的不专业厨房做菜啊，但这过程根本都在互相攻击。我想要去录一集那个《荒野求生》啊。我觉得我们先饿，我们俩。我为了最近喜欢迷上看这个，我在每天练习，我在练习一些求生技。你不要再跟我讲，说话不能播。不是你干嘛找这两个女人来？我这忍不住没，这全朋友会不会你朋友太少？只算我们，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最不会有什么被讲什么。跟你们两个有什么？我宁愿变成那个火锅料。哎，你不要那边弄我的，你这边先自己处理好。作为母亲，你还是你可以先去旁边休息一下。我不相信。哎，你有打算上那个母亲与婴儿吗？不是小时候看到这本杂志，我终于有朋友可以上那本杂志。看你们的杂志都是周刊。哎，我很可能上了。我也还好。最近太常上了。我的佛锅好了，大家都好没有兴趣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看过那么。我告诉你，火锅是最保险的。嘿啦，最尬的就是连火锅都焗焗。没有看到比这没有汤，大哥。还要再滚一下吗？我觉得不是滚，根本不能吃吧？加水，不要再滚了。加水，你这个没有汤好吗？那个汤那个磷酸那个我们痛风。你有考虑到我们的年纪吗？年纪真的摆在那里。你不考虑我们，你也考虑你自己。白菜酸肉，酸菜白肉。我刚刚说什么？酸的肉可以吃。我刚刚说什么？我跟你们讲，这三个人是演艺圈里面对我出手最狠的三个人。没什么，就是黄鱼烧豆腐而已，没什么。走开。试一下黄鱼好不好？按豆腐。妹妹，你来，来来。加点酱汁。所以你不相信君宁的厨艺吗？君宁没有。君宁，我不可能不相信君宁。君宁没有厨艺。我怎么可能会相信？我觉得张玉卓的东西我们只熟熟。是不是可以吃？有熟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在荒岛上面是唯一可以活下来的人，因为我什么都吃。